欢迎回来偷闲食堂。你是不是和我一样是喜欢喝咖啡的朋友呢？在这个喝太多的即溶咖啡之后呢，会发现到好像即溶咖啡还缺少了一些咖啡的味道。你是不是和我一样有这种感觉？所以今天呢，我要带大家来体验一下在家也能冲泡优质咖啡。这就是我刚刚订回来的这个咖啡机，等下我们要来开包。还有就是，这是它的那个咖啡，还有茶，还有奶的那个咖啡盖。嘿，现在我们就来开包这个 Coffee Maker Happy Maker 2.5。这边它有这个板呢，就顶着把那个变成可以保护到它。这个是它的用户手册，这是它的用户手册，还有保证书。机器在这里，所以这边是它的那个保护层。所以我们要把它拿出来。这一个咖啡机，这边呢就是放热水的地方，然后这个就是放咖啡豆的地方，就开起来，然后把咖啡豆放这里进去。这里就是它的出口，就是放一个杯在这里，然后按了那个水，这个是按小杯，这一类是按大杯，这是它的充电器。好，走，我们去下。这个充电器就是这连接这里哦，然后这个是一个三角插头的一个充电器，这个白色的要把它拿开就可以用了。首先，我们先把这个插头，把这个插头连接进去这个按钮这边。那这个是一个开关，把在这里的感觉呢，
还蛮衬，因为两件都是黑白系列。这个是过滤器饮水机，然后这个是咖啡机，刚刚好。这一架咖啡机呢，它的那个用电量，它的 power voltage 是240V，然后它的那个用电量会是在750到900W之间。然后这是它的那个size， 然后它的重量呢是3.4公斤。这里呢就是放那个咖啡 cube 的地方，然后这里呢就是它的那个咖啡的那个冲咖啡的出口，这边呢就是可以看到就是这个 tray， 这个 tray 呢就是当那个咖啡 cube 用过之后它会叠下来这里。好，这个是如果是冲咖啡的时候呢，过量的水它就会流在这里，所以就不会流到外面来。好，现在我们看到就是后面这个是它的出水桶，所以现在我们要将它装满水，然后就可以开始玩我们的咖啡机了。我们在这个外面如果是有一些水，我们就是把它抹干。将这个盖，盖好。第一次冲泡呢，我们需要先开电，然后在这里把这个压开。然后我们把这个杯子放在这里，好，我们就等大概60秒，它会出一个哔声，就可以做5次的清洗，清洗之后就可以开始泡咖啡了。听到这个声音，现在我们就按这里。就可以看到它这个水分呢，就开始从后面提及它的水分。水煮滚了之后呢，就应该会从这里出来。
个人是我们用清水清理，所以就不错了，我是清水。哎，在咖啡机我们清洗过了，所以现在是我们真正去玩咖啡的时候了。这就是我所买的咖啡，还有一个这个是 coffee milk， 是一个奶来的。然后还有就是啊，这是茶叶 ，the queen， the king， 还有一个 L。所以今天我先试一下这个咖啡。Luna 是一个很黑的咖啡啊。Amico 呢就会比较淡，所以我们就试看用 Amico 来做 Amico 咖啡奶。这个是他们最新的，就是一个茶叶。所以这个咖啡机呢，很多人都说为什么咖啡机只是泡咖啡吗？不是，现在咖啡机呢也可以一起泡茶。OK， 现在我们来开箱这个咖啡这个它的盒子应该是这边开。这就是它的 cube， 所以这样一粒粒的这个胶囊，然后这个胶囊里面呢，可以听到，所以它是。咖啡豆，所以是已经很扎实的在里面。然后第二个呢，就是我们要开的，就是这个咖啡的奶。这一粒粒呢，就是它的咖啡的奶来了，所以我们就会用这个再加。这个 Amico Coffee Milk， 这个两个的配搭呢，就可以做出一杯卡布奇诺。OK， 现在我们来试试看。首先，我们把这个杯子放好，然后再把这个上面这个调开。它的那个方法呢，就是。跟着它的 shape 这样放下去，我们先把这个 Amico 送进去，好，我们按这里，它出来的时候呢，就有点太紧张了，就这样子。而且它咖啡的颜色还蛮漂亮的。那么听到这个声音呢，我们就知道它的这个里面已经完成了。所以我们先看它的咖啡的颜色，它的色泽很漂亮，有色泽。这个时候呢，我们就在上面这里来打开盖。我们将咖啡放进去，然后按这个按钮。
对，你听到他声音就是蛮纯的。这就是我的第一杯用咖啡机做的卡布奇诺。